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呢，又搁是呢，咱要讲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的第二讲，搁开始咯。会记哩啊，咱安讲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这个经题，佛啊已经解说完咯。那么后边呢，要讲这个《无量寿经》。这个三字啦，无量寿，到底无量寿呢是怎样一回事呢？来，注意注意听好哈。无量寿，梵语啊，阿弥陀，初音无量寿，译音无量光，是释迦牟尼佛呢所介绍的一尊佛啊。是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，不但含有啊无量寿、无量光有两层的意思，而且佫包含着佛的功德、佛的智慧、佛的神通、佛的道力、佛的依报正报庄严，佫包含着佛的说法度众生无量，佫包含着伊辩才也是无量，一切呢？一因呢，皆是无量啊。那么本经同时介绍了无量寿佛因地如何发愿修行，如何成就佛道，如何度化众生到彼岸，达到了不退转，直至成佛。一因呢，皆是无量无边啊。伊法无说尽啊，哦，无法度说尽就对啦。以这个无量寿业障义啊，是故呢，只说无量寿啦。安尼就敢听有，来听有。讲到白话，佛说无量寿经这个经题呢，无量寿是代表所有经文的一切无量就对啦。所以就听有，无量寿梵语啊，哎，叫做阿弥陀啊。那么阿弥陀不是叫做无量寿而已，还包着无量光的意思。那么是指着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来讲，这是咱释迦佛亲人甲咱介绍一尊佛，不但啊含有这个光无量、寿无量，而且佫包含着呢阿弥陀以功德无量。阿弥陀以智慧无量，阿弥陀以愿力无量，阿弥陀的神通无量，阿弥陀以极乐世界正报依报庄严无量，佮包括度化众生的无量，以功德说法遍在无量，一日皆是无量啦。虽然袂当单独甲讲叫做无量寿、无量光尔呢。伊阁包着加做以上所讲的智慧、愿力、神通、道力、意境，拢总是无量，来代表经文所有一个义理，接受一切义理就对啦。你注意清楚吼。说来去啊，伊阁介绍着本经啊，这个无量寿也都是阿弥陀佛啦。那么伊在因地如何来发愿，如何来修行的状况？甚至伊如何来成佛呢？在本经拢讲了。那么伊如何来度化众生？
伫西方世界的所在接引因呢来这个旧世界状况啊，伊拢讲了。那么现在甲伊世界众生每一个都心未退转，一直甲咧成佛为止啊，一切拢讲这无量无本代志个呐。哦，无法度用语言三言两语讲个真，所以用无量两字代替。所以叫做无量寿呢，摄受众义啦，通达一切义理。是故，甲咱说叫做无量寿呢。你就清楚啊吼。我相信日本呢，无少了我丹田的肺活量大小深高。那么一因呢，尽管开了的范围呢，讲个白话，互人听有。为安怎讲？佛说无量寿经，为安怎无爱讲佛说极乐世界经？为安怎讲无爱讲佛说啊？哎，极乐世界庄严经，爱讲佛说啊，往生净土经，独独叫做佛说无量寿经。伊就用这个无量寿代表经文，一切无量的无量的，用无量寿来代替，叫做以一个义理呢，摄受一切义理啊。就如同刚才讲的，这个无量包含着这个功德无量、智慧无量、神通无量、道力无量、依报正报、庄严无量，安尼知影吼，叫做无量寿啦。好，无量寿介绍好了后，注意着听哦。后壁要讲这个经一字啦，也就是呢，佛说无量寿经最后一字，啥物货叫做经呢？注意听好，经是一切佛经的通达啦。佛说无量寿呢，是本经的别题。这章有讲了破灭，破灭有解说啊。那么注意听好，经者梵语称为修道路，翻译为善，善的意思啊。表示佛的言教，一字一句呢，都能贯通理事性相，又能摄化一切众生，犹如用善呢，能贯摄善法，成为庄严的回科啦。安尼就有清楚吼、哦。经是梵文叫做契经，梵语叫做修道路啊，翻译中国话叫契经啊。又翻译叫做线，撑线迄个线。那么线跟经才有关系啊？又果是啥意思呢？来注意听哦，你莫讲讲经哦，经叫做线，要穿衫裤的线，哪咧温死的？哦，注意听哦，线有包含意思哦。你无了解这层的意思，讲讲要穿衫裤的线安尼，安食力啊？线是啥意思？就表示释迦牟尼佛言教，伊在世讲经说法的道理，一句一字一段一章一色呢？哎，伊包含着所有的性相的道理、业力的道理、净土道理、缘起现空的道理、生死涅槃的道理呢，全部讲更讲起来呢，更讲起来，卖个散出去。哎，怎样哦？哎，那叫做啥意思？哦，唔是讲经叫做线呢？我啊本来三个破起来了，我天一提线来，叫做经，哪里温死的？所以经是代表讲，该撑我到阵，卖个线失去。因为如来讲的经典非常的多啊，线也也，因此如同用线甲撑撑起来，甲贯穿起来呢。经就是线意思，知影吼？拢惊佛陀翻呢，线也也。伊种啊统合、甲联系、甲串个一关一关、甲组织起来、联系起来，叫一部经啊，叫做甲送是，这线哦已经散出去啊，啊，即个经典散失去，甲集合起来的意思，安尼就是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那么经啊，又称呼翻译叫做契经的意思，上契相连契合诸佛。所证的真理，下联契合众生所有的根基，安尼叫做经啊。注意，啥物叫契经？爱契合啊，
啊，客机客利啊，哦，客利者，啊，客业如来真理解脱法，客机者，啊，客业众生上中下根基，伊属于上根基的，你爱讲上根基，对伊听，属于中下阶段的根基的。你讲这中下阶段的根基的道理呢，互这人听。你若上根基的，你用中下阶段的道理互伊听，伊听了未满意的意思。伊就属于中下阶段的根基，你用上根基的道理互伊呢，这毒药会毒死伊。伊听无，佫诽谤，佮食力。所以经有包含着客机客理的意思，客合如来真理，你来看。真一人，伊真了讲佛法，做个讲道理，但是无都契合如来真理入面。你看社会上真济名主持人呐、啊，也是做个讲话名嘴的人呢，伊真了讲话，较安怎说，较安怎讲，迄面甲闪袂落去，闪袂入面，无法都合着如来真理入面，叫做无法都契理啊。哦，那么伊真了讲话，互听笑哈哈，听个大快人心。世间人讲听真爽，可是爽是爽啊，无法度去开悟证据啊，和一时的兴奋，一时的快乐而已，这叫地漂无地本呢、啊。所以讲经说法一定要契合如来的真理，和这人伫生死的这边话，大家开悟证据去边话去，安尼才有法度契合如来的道理，令这人呢在咧迷乱，在迄人当家失志。等个无明的当中，开发伊八戒智慧开，才如来伊客机的道理。啊，有人真够讲讲红笑啊哈，迄叫做客机。客机无一定就客理，吼、哦，安尼袂使。爱客机兼客理，啊，有人我都客道理哦，无一定我都客机呢。怎讲有人讲经真够讲，但是讲得较济，真深入，真寡，真涩。我都深入浅出，可是大家听啊，拄久伊听啊真艰苦。安尼叫做有客理啦，无客机，安尼也袂使。所以讲经爱用客机，佮兼客理呢，安尼才是叫做完整的说法者。安尼叫做经啊，安尼最有精髓吼。好，佮听好。以上所讲，经有分散意思，有分着客机、客理意思。那么搁伫这个实心论啊，实心论呢？那么有讲的这个经有包含有五款的义理啊，到底对五款的道理呢？注意听好。第一，出生圣人；第二，显示真理；第三，义味如涌泉无尽；第四，能决敌。家境第五，结集佛智言教，令不散失。以上就是讲实心论呢，有讲这经有五款的意思啦。第一，甲恁讲出生圣人，百分之百无唔对。你看偌济自古以来，中外古今，自释迦牟尼佛出现伫人间，度化众生以来。偌济人按照佛祖的道理来修行，因此呢，开悟证果是何其多啊！偌济人呢，按照佛祖方法来修行，证成声闻的境界、愿觉境界、证成菩萨的境界，甚至转凡入圣的境界，迄人是偌尔啊济。所以讲，经按照佛祖的道理来修行，开悟证果、转凡入圣人的境界的人呢，是偌尔啊济啊！所以经第一层伊义理有出生圣人的意思，会产生圣人出来。所以问伊到底圣人会产生未产生？问伊到底有深入这个经中佛道伊义理无？你看偌济人按照佛祖的道理来修行，开悟证果的祖师圣经乃是基础嘛真济啊。所以经有包含着啥？出生圣人，哦。圣人要诞生，要按照如来道理来修行，必然出生圣人啊。搁第二，显示真理，你来看，虽然头一天甲今仔日以来呢，
伊伫无尽讲这佛说无量寿经，伊伫讲的当中，能显示这净土的道理，显示如来教典。那么一日无非就是予人呢，按照如来净土法门的道理来修行。那么个个呢，提起信心，坚固勇猛的道心呢，个个念个一心不乱，然后个个往生净土。这就是怎啊，坚灵。显示真理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唔捌道理人，你看经典就开发你的智慧啊。真理，咱人人都去追求。如果呢，若要按照道理来修持啊，因能开悟正果。要开悟正果，就要研究如来教典呢。从经，会当讲显示真理，也一个完全就对了。来，注意听好，经第三意思叫做。意味啊，如永存无尽。你来看，这个义理啊，如来义理呢是非常广阔真深啊。你看舍利弗尊者呢，有法度甲释迦牟尼佛一项的义理演说七天七夜呢，滔滔不绝，如永存一般呢，无尽流露出来啊。那北疆义叫做怎么样？如涌泉一般呢？如瓶泻水啊，你看下流的攻坚碎法啊，滔滔不绝，如涌泉迄一般、啊。你看，所以这佛陀义理呢，咱啊普通人、有贯通的人呢，伊攻坚碎法就无所障碍，滔滔不绝，旁征博引呢、啊。这就是安怎，经有般义理啊，有迄义道义义理。道理迄滋味就对了，滔滔不绝如涌泉迄一般呢，一直流露出来，经有般义理。佮第四呢，能决定了正邪啦。经典就亲像一面镜，能照亮呢黑白青红，代表经典就是一卷邪恶佛魔该不该。一个标准，一个原则，能力决定了邪还是正，这是世间还是出世间，经典就是一个标准，一个标准的物件啦。好、哦，虽然你无听经，你唔知这是邪，这是正啊，你就无法度呢为生死的处案，大家开悟见过彼岸呐。你伫烦恼当中呢，无法度正行呢，无上菩提啊。哎，经就包含着个你，决定了你邪正就对了。但这是外道法，而且如来正法，有一标准。个第五经就是结集了佛的言教，令不散失啊。这就头前所讲的是山共款，因如来经典三宗十二部教典呢，浩瀚如大海，浩瀚如高山。遐尼广大，遐尼深吗？啊，若无经过佛的地主，一本啊一本啊甲撑起来，一本一本啊接起来呢，那经典散呀呀。所以呢，结集了佛陀伊的言教，令不散失，叫做经啊。呢对成正吼，这点是非常要紧。简单甲注意报告了《十心论》啊，讲这个经有五层的意思，在要结束以前，搁念一遍。大家看字幕，哦，听清楚哈。经五层的意思：第一，出现圣人；第二，显示真理；第三，意味如涌泉无尽；第四，能决定邪正；第五，结集佛之言教，令不散失。安住明辨吼，好，那明辨。来继续去讲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那么注意听好，那么修持这净土法门，这动机跟心态呢，必须啊发这清净庄严、圆满端正的大愿，而往生净土啊。哦，这么多要紧呢。那么真济人伊要修这净土法门，伊的动机、伊的心态呢？无外健康。那么，
咱要发一个清净庄严圆满端端正正的大愿无容易啊！有人发无落来，甚至有人袂晓发，啊发的呢无符合往生净土条件，这未使哦。那么有关这个问题，在这个明朝有一位了不起的技术，叫做圆弘道大德咧。圆弘道大德呢，有著书叫做《西方合论》啊，为了求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行者呢，应该执行十种完整的大愿啊。伊敢教，伊这个圆弘道大德啊，伊甲讲，咱佛的弟子，包含着出家在家佛门的七种弟子，乃是无合佛也不要紧，只要你往生净土，你所发的愿呢，爱圆满端正正确。卖甲发往生净土愿发了偏差去，同时佫纠正咱时下每一人发愿的错误观念，伊个点出来，同时佫发乎你，点破佫发乎你啦。你看这圆弘道这条技术嘛是真无简单呐、啊。伊教咱如何发十个大愿呢？来注意听好。哦，这十个大愿呐、啊，你得按照这类修行来发愿呢。我保证你往生净土绝对是正确的，吻合了一个佛的弟子应该立行的菩萨道。注意听好，要甲讲了哦，注意听哦。第一，不为福田受人恭敬供养故发愿，愿为一切众生作福音故求生净土。第二愿，不为官俗及功名利禄故发愿，愿以一切众生当作如来家故求生净土。第三，不为病苦故发愿，愿以一切世间无明等种故求生净土。第四，不为转轮王故发愿，愿转诸佛无上法轮作大法王故求生净土。第五，不为欲界故发愿，愿离一切微妙五欲故求生净土。第六，不为色界故发愿，愿离一切善著故求生净土。第七，不为无色界故发愿，愿尽诸心种种微细流诸故求生净土。第八，不为声闻辟支佛故发愿，愿以悲智庄严饶益一切众生故求生净土。第九，不为一世界全世界众生故发愿，愿代无用所世界众生故众生苦，拔一切世间众生苦故求生净土。第十，不为一阿僧之劫千阿僧之劫众生故发愿，愿代无数阿僧之劫众生苦，拔一切劫众生苦故求生净土。吼吼，注意哪呢？这十个大愿啊，每一个愿拢徛伫度化众生、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行者，发出伊内心的心声，发出大悲愿，伊大愿啊，完全毋是徛伫个人独善其身的立场来发愿的，拢标标准准显示菩萨道行者来去求生西方净土。所以这个圆弘道这位大德啊，真是无简单啊，看菩萨无什么两样啊。所以用这个西方合论来求生西方净土，伊跟发这十个大愿，叫做又圆满又端正，一只大愿呢。一般的人会发愿，拢较接力啊，较自多入场去求生净土。那么这圆弘道大德呢？伊写出这十个大愿呢，当时就发表出来了呢，震动着所有净土行者呢，
心内有所震撼，打破自己自私的心态，打破呢这独善其身的心态，打破自多自利的心态，显示了无我境界，显示了菩萨道呢度化众生的心怀，不简单啊。所以这十个大愿呢，咱平常时就该留、甲念、甲学。哎呀，往生西方净土，最起码就上品性以上啦。因此，慎重起见呢，咱小可甲这十个大愿，小可解释一下呢，注意听好。第一，不为福田，受人供养恭敬，故呢来发愿，应该为一切众生。作这福音故求生净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咱是修行人，哎，尤其咱出家人啊，唔通讲啊，我出家就是要干要受人供养尔，受人恭敬尔。人干供养，干恭敬，咱阿妈无得开悟证据啊。咱若如果干来为了安尼呢，安就问题哦，袂当发这个愿哦。咱在为了为一切众生的作福音故求生净土，不但我要求生净土，我嘛希望我亲戚朋友同参道友手牵手心连心，大家迈向这西方净土而来发愿啊！啊，作为众生的福音啊，啥个福音？就哪阵就一张树啊呢，树头树根好真栽真用。好足大丛诶，迄树枝真茂，很茂盛啊，真茂盛啊。即树啊大丛，你看下骹阴暗偌济啊，人会当当泡茶，会当乘凉，吼、哦，会当当当纳凉，行机机啊，当当念阿弥陀佛，会当当当纳凉啊。树愈快位置呢，会当呢，互人乘凉，做阴凉诶啊。诶，你个修行诶当中，爱作为众生福音。真是树啊，同款哇！会当诶，应付大众就对啦。大众因为我诶关系呢，需要足侪人会当得到大利益来往生净土，叫做福音啊。啊，伊徛伫众生立场诶出发点呢，诶，才是健康。未当为着我个人互恭敬供养呢来发愿，诶，就毋对啊。为着众生高贵，当往生西方净土，以即款诶动机甲心态呢，安尼名之为。发愿正确来求生净土。注意，伊阁讲第二愿，不为官俗及名门利禄啊来发愿，应该愿一切众生当自如来呢，以这个家果求生净土。伊这意思，咱去修行过程当中啊，莫为着这家庭官俗啦，为着名，为着利，为着功禄来发愿。那为这个五欲六尘来发愿呢？为了求这个生活的福利，为了生活的安乐，这就了有问题啊！那一直未沉浸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呢，这款发愿就偏差啊！应当爱愿一切众生，哎，全部当安住在如来的高位，向如来菩提大道呢来慢进，哎，来求生净土，那正确。第三，不为这病苦来发愿，愿以一切众生，愿以一切咱的无明贪嗔痴的病来求生净土。唔系讲啊，我因为病苦啦，我才求生净土。啊，我啊出世呢，快当较好命咧，哦，较好过咧。哎，这款发愿无健康。咱来彻底为咱的心内贪嗔痴无明来净化。往生净土，安才健康。佮第四，绝对无为了要做国王、转轮圣王呢来发愿。咱爱为着呢，要转如来伊个正法来攀转法轮，安尼发愿来求生净土。你求生净土为了啥？为了以后成佛了会当普度一切众生，因你成佛了福慧圆满，遍在无碍啊。恭敬说法度化无量众生啊，来攀如来正法，攀法轮啊，来发愿就无唔对啊。卖为了要做国王
哦，因主来发愿，因就失格菜啊。佮第五，绝对无为了这欲界、欲欲乐呢来发愿，爱远离一切五欲六尘的牵缠，净化身心来往生净土发愿，这足要紧的。因为伊真济人嘛去念佛修行啊，可是心始终呢啊，挥袂去、败袂去、舍袂去，总是五欲六尘呢缠身干扰啊。伊也无咧勇敢魄力呢来切断这五欲缠扰之困扰啊，伊无就净化掉。因此，你也无咧勇气来切断呢因缘往生净土啊。所以，一直沉浸伫微妙五欲内底人呢。伊度心度软趴趴，啊七顿，过来不为这世界一切来发愿，应当离开一切所谓禅定禅弄的来求生净土。有人在自禅，咱无个反对，那一味贪染着这个所谓的四禅八定，贪这禅味的快乐呢，唔爱求生净土，因此这个愿就失格差。佫第七，不为这无色界来发愿。这无色界，咱人的心拢有这个迷失动念佮贪着，家己不能自觉。一旦你若是深入到这个无色界当中，你应当爱净化你迷失起心动念佮无明的，佮净化掉来求生净土，安尼得着。过来。不为声闻幻觉来发愿，你应当爱发起这菩萨的心，庄严你的福报甲智慧呢，来发愿度化一切众生的心呢，来求生净土。所以呢，第八愿就是叫咱人唔通呢，沉浸伫二圣人的心境呢，来发愿就对。啊，应当以菩萨道的立场来发愿。那么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的愿呢？叫咱人唔好沉浸伫三界内底，应当爱有勇气跳出三界，往生净土来发愿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这非常要紧。一般人去念佛的愿拢唔得去，所以呢，这个圆通道大定呢，发这么大慈悲心，写出这十条的愿呢，愿愿就是要让咱呢求生净土，以大乘的心呢来发愿就对了。注意，搁听好。下面讲第九个愿，叫做不为一世界、千世界来发愿。哦，应当呢，爱呢普度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愿呢，来度化众生，劝遐人来往生西方净土就对了。那么第九个愿是徛伫讲，爱破破这个空间来度众生。卖讲干咩度台湾同胞尔，咱嘛爱度这个呢啊，美国、苏联、哦、日本、中共乃至呢啊，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德国、法国、哦、瑞士，这所有是讲所有的世界众生，咱拢爱度，袂当停顿伫一个焦点，袂当停顿一个角落，袂当停顿一个空间，啊，突破这个空间。度化无量众生，安尼呢，引导遐众生呢来求生西方净土。伊即款个心情甲动机呢，明知为正确啊。简单讲，第九愿中，卖局限伫只空间去度众生呢，啊，突破这无量三千大千世界，度化一切众生。伊抱即款个心情呢，就正确啊。佮第十，不为一阿僧之劫。千阿僧之劫的众生来发愿，愿代无数阿僧之劫众生的苦呢，把一切众生的苦来发愿，安就正确啊。那么第十个愿，简单讲就爱突破这个时间性呢。那讲我今日欢喜来度这众生度，明仔载无欢喜就无见多啊。今年多，我明年不一定多。啊，明年多，后年不一定多。这时间就爱打破这时间的束缚。时间无尽，无尽的度化一切众生呢，令所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众生呢，
高贵当往生西方净土，安尼就无唔对啊啦。简单讲，第十个愿就是教咱人爱突破这时间的束缚，唔通有时间白掉的。袂当按照你情绪化，你欢喜要多就多，无欢喜就无爱多，袂当呢。欢喜嘛爱多，无欢喜嘛爱多，快乐爱多，无快乐嘛爱多，痛苦嘛爱多。你在非常的行为当中嘛是爱度众生，打破时间的束缚，所以时间无障碍来度化众生啊。所以第九个愿甲第十个愿呢，叫咱人啊打破这时空的束缚，甲束缚掉的，啊打破这时空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会多哦。初世界、B 世界，拢总会多。拍破这时空观念，安尼呢来发愿来求生西方净土，安尼这个动机甲宗旨就健康啊。安尼就正确哦。所以以上所讲啊，是叫咱人去修道过程当中，哦，爱所有啊，拍破这空间。打破这时间，安尼去度众生呢？安尼才袂带来呢？伫情绪化去度众的，安唔对。所以这呢，啊，这圆弘道啊，即基殊菩萨呢，伊发这十个道愿呢，我讲特别呢推动就对了。我发觉真济佛的弟子啊，伊去念佛修行，伊的发愿无偌正确。如果来当按这十个愿，如何行持，如何推动为正呢？我讲无简单，无简单啊！安尼决定释迦牟尼佛啊，伊教咱人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愿就吻合伊意思啊。安尼呢，不但释迦有做欢喜，是讲三世诸佛欢喜，天龙八部赞叹啊。那么为慎重起见呢，这个西方合论遐尔重要。非常重要啊！所以呢，为慎重起见，和大家，因为甲做讲长期了，大家模糊去。因此我搁来念一遍，你注意听。这十个大愿你也发了一个多啊！哦，注意啊，甲你恭喜啊！你的愿就正确啊！打破你过去呢，你的愿会失去差的所在，无食着咱过去，徛伫较。自我意识，徛伫小我立场，徛伫自了汉的立场去发愿呢。那么这十个大愿呢，完全是打破自私、我见、小我立场，以菩萨道人的心性呢，来去发愿就对了。你若发了家己每一个愿呢，拢会结为如来心造业啊，吻合如来的正愿，伊的愿就对，决定无唔对。注意听好哦。我甲这十个大愿搁念一遍哈，大家看这字幕，吼、哦，最后有笔记呢，人共识班迄时快，需要记起来。以后你发愿去修行呢，就会发了这愿，袂叫偏差去，记好哦。第一，不为福田受人恭敬供养，故发愿，愿为一切众生作福音故。求生净土。第二，不为官俗及功名利禄故发愿，愿以一切众生当作如来家故求生净土。第三，不为病苦故发愿，愿以一切世间无明顶冲故求生净土。第四。不为转轮王故发愿，愿转诸佛无上法轮，足大法王故求生净土。第五，不为欲界故发愿，愿离一切微妙我欲故求生净土。第六，不为色界故发愿，愿离一切善德故求生净土。第七，不为无色界故发愿，愿尽自心种种微细流诸故求生净土。第八，
不为声闻，辟其佛故，发愿，愿以悲智庄严，饶益一切众生故，求生净土。第九，不为一世界、千世界众生故，发愿，愿代无量寿世界众生苦，拔一切世间众生苦故，求生净土。第十，不为一阿僧祇劫、千阿僧祇劫众生故发愿，愿代无数阿僧祇劫众生苦，拔一切劫众生苦故，求生净土。以上就甲这西方合论啊，这个愿，这个呀啊，愿方都菩萨呢，甲伊这个十款大愿，甲最简单啊，搁念一遍，予大家呢以后在修行求生净土过程，发愿带来端正、圆融、正确的理念。注意清楚吼。好，注意听好。以上就是甲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这个经题啊，已经全部讲完毕咯。经题讲完，咱必须把这个翻译者以及弘扬传这部经的概况呢，甲注意讲一下。即摆咱先来讲，注意听好。本经由印度的梵文翻译到这中国来，前后共有啊十二种的译本啊，其中有七种呢已经遗失去啊。仅存经典名义以及着译人的姓名，现在在这大藏经内底仍然有五种不同的译本，伊文句相略的不同，一般流通以作为空净楷译的《佛说无量寿经》最为普遍，古今大德讲说所解，亦都采用此译本呢。安尼讲注意听有吼，来我讲较别位哈。那么本经爱一定有一个翻译者，因为咱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是梵文的经典呐。你若无有一个捌中文的古经大德来翻译呢，安尼你看梵文看无？所以呢，这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是梵文本的，然后透过一个捌这个中文的人，把这个呢梵文的翻译过这个中国的文字出来，咱才有这个福气呢来看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。就是讲呢，英文看无，你要叫一个翻译过啊，咱中国话你才知影英文的意思啊。德国语你听无？你叫一个会用德国语人翻译过这中文过啊，唔你无在条听到这个德文的意思啊，同款的意思。这个翻译者就是呢，伊的功劳、伊的功德，就是将这个印度梵文翻过啊呢，咱中文就对啦，让每一人了解到这个佛说无量寿经的道理啊。安尼，这个翻译者，咱来介绍一下，注意听好。本经是由这印度啊梵文呢翻译过来华文呢。那么根据呢大藏经的记载呢，前后呢翻译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呢有十二本就对啦。哦，伊翻译本有十二本啊，其中七本呢早就已经遗失去啊，拢消失无去啊。上者伊所存的呢，加这经典名甲翻译人诶名安尼尔。那么现在在大藏经内底仍然有存在呢，还阁有五本就对啦。但是这五本呢，伊诶内容大同小异啊，因此呢有不同诶翻译，即摆阁存五本。伊诶文章呢，有诶讲较详细，有诶讲呢大概二十余。一般呢，在咱中国传统诶1900几年以来啊，流传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上风行、上普遍，
对啥物本呢？作为空前界伊所翻译的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最为普遍就对啦。哦，空前界伊所翻译的，哦，作为迄个时代所翻的。那么古今大德啊，讲说也好，说解也好，是以采用呢咱今仔日所讲的这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这个版本的讲经的，最普遍、最公开，哎，注意正正哦。好，佮听好哦。为译本翻译的法师呢，是这个空寂国的人，精通三藏，智宏大圣，在三国的时代，作威时来到中国，住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啊，将这个梵本无量寿经呢翻译成法文啊。安尼最清楚吼、哦。简单讲，从这部经是这个依照魏译本抄魏的时候，作为翻译本。那么翻译的法师啊，伊本人是这空寂国的人。那么伊本身对这经藏、律藏、论藏呢，这三藏教典非常的精通。伊的意志呢，伊的动机。伊是以大乘佛法呢，哎，去推动的，推动大乘佛法的。那么在这三国时代作为啊的时代，来到咱中国的所在，住伫这湖南省啊，这洛阳白马寺的迄个所在，将这个印度梵文的梵本呢，的无量寿经啊，翻过来这中文就对啦，哎，最清楚吼。好，佮听好。以上所讲，就甲这翻译本经，哦，这男主角也就是翻译者呢，简单甲报告一下呢。那么下面啊，咱来讲这《无量寿经》，伊到底伫这中国的传统上，伊的书上的音面甲啥物境界呢？来注意听好。外是人去弘扬这部经，这部经徛伫佛教的净土法门内底，是何等的重要呢？今天要讲这无量寿、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这书上一面，注意听好。啥物人有弘扬过这部经呢？大大净土宗的祖师大德拢有。我今麦来举用呢，这个隋朝道绰大师啦，伊弘扬这部经，听好哦。隋朝道绰大师啊，伊的平生呢？曾经讲过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将近两百遍呐。吼吼，为这个丹峦大师入室的弟子，教人呢以数珠念佛啊。伊的著书呢《安乐集》有两卷，弘扬净土啊。那么注意听好，隋朝这道绰禅师无简单呢，哦，伊平常时哦。拢讲这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伊是四地人呢，讲有呢，讲了两百遍的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呢，无尽一直讲，不断一直讲，滔滔不绝地讲，讲这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讲两百遍呢。吼吼，注意啊，咱一遍就强强要讲袂了啊！伊发这大愿呢，讲这净土法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呢，讲两百遍呢，注意。这无菩萨发心，啥物人因能有这大愿力呢？无简单。曾经啊，道绰禅师讲一句话啊，哦，我感觉足大深深的思考啦。伊安尼讲，讲未断迄个众生，想要留在娑婆世界呢，度化众生，所比这圣者所不容，何以故啊？犹如别家流水啊！我听你家己非常感动。正正讲到这末法时代，每一人诶爱好啊念阿弥陀，求生西方净土。你看在西夏诶时代呢，偌济人去学禅、参禅、学教理，那么几个人开悟真久咧，天好算诶呐，寥寥无几。莫怪呢，这代志怎讲啊？
一亿个人修行啊，罕有一人得道啊，唯一念阿弥陀求生净土得道啊。释佛法时代，乃当以这净土法门来修行，决定是百分之百健康。佛祖伫经典都预言讲了啊，所以呢，道错禅师唔才讲啊，讲啊，在佛法的时代啊，那法官想后出世，搁要来人世间度众生呢，伊讲卖较顺啊，因为这世代人呢，见迄输迄，见输迄贪嗔痴无明烦恼，完全阿袂净化掉。你猜我都伫这留在世间去度众生呢？你无众生多去就加在啊，你要安怎度众生啊？逆境是靠你家己，都拼来拼去，亲像啉着米酒头啊，东倒西歪啊，你家己都不能自救啊，焉能度人啊？你唔知讲讲，圣者所不容，圣人无允准你发这个愿啊！你先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上讲，那讲阿叔是要度众生。这句话读起来，慢些讲嘞。迄爱敬人，问你家己啊，你贪嗔痴无明，常常晒脾气、晒无明的人，你安怎会后出事过来嘞？家己都这世人无受啊，后出事更加严重啊。因讲圣者所不容，圣人无允准你，你发这个愿。用何以故？有人来讲，犹如逼鸡落水，迄鸡也未受啊。你撒去鸭落水呢，水。我阿欢喜，甲皮皮叫真欢喜啊！会收水啊！鸡啊，你塞落去水咧，水会淹着淹门的淡去，鸡会毒死伊啊！像你塞只凡夫众生，后出世过来人间度众生，就塞一只鸡啊呢，落水好淹死同款啊！那问啥原因？你的见识还未长呢，你还未开悟正果，唔通随随便便发这个无意义的愿，这圣者都不容啊！所以呢，我才想讲这道错禅师呢，啊，伊也修净土法门，三宗教典拢精通得人，为安怎苦苦提倡净土法门？为安怎伊呢？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，讲两百几遍呐，有伊潜在道理伫个净土法门殊胜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发这大愿力呢，要讲这佛说无量寿经。伊来就从真正写批来电话，佫一直教来，哦，加添我对这个佛说无量寿经，伫这净土法门遐尼大的殊胜佮庄严，因此我讲这部经啊。所以呢，万安注意啊，好好听落去。这是讲到这经题佮翻译遮哩，后壁呢经文还袂讲了哦，愈来是愈精彩。那么注意，时间已经到咯。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又阁未允准，会紧下。咱明仔载佛说无量寿经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